标题被曝与力捧港姐于车厢中摸黑谈情，24岁 TVB 小生否认恋情，很好朋友。本文编辑剧透社 Jackson 早前被港媒传出与 TVB 力捧港姐刘颖炫深夜在车厢中摸黑谈心的无限小生活，近日与同母异父的哥哥罗天宇齐齐现身出席活动，受访问时问到再问到与港姐刘颖炫的绯闻，胡直言因为此事被港媒大肆报道，对双方当事人都造成打击及影响，更爆出自己为此被公司高层约谈。他表示，现在大家都是工作为先，这件事对他都好大打击，不想影响到他有没发展机会，不知道工作为先，等大家事业稳定点再想了。你对他有意思，好多人都喜欢他，他好 nice， 是个好女生，大家都保持联络，以后不敢再做人司机，会避忌一点，不要再让人误会了。公司棒打鸳鸯不清楚，我们还是很好的朋友。另外谈到最近被港媒爆出罗天宇前度女友汤若文与姚子玲前度男友郑子邦传出绯闻，有消息指汤若文与郑子邦被拍的在夜店内行为亲密，期间男方更是依靠在女方身上及摸大腿的动作。不过事后汤若文已经否认恋情，并强调自从与罗天宇分手后自己一直保持单身状态。问到对罗天宇对事件的看法，他直言事实并非传闻中所指，亦表示力称前度女友罗天宇为据我所知不是这样的，如果他找到幸福我都开心，我们都有联络，大家还是朋友，暂晚他们黏在一起会否叫他要保护好自己，是要小心点，他都好不开心被人这样讲，有机会复合不知道，问题没那么易解决。虽然两兄弟目前都单身，但却目标明确而且非常一致，兄弟二人都表示希望可以先赚够钱上车买房置业，不过都笑笑口表示距离这个目标还有一段距离，需要继续努力工作，以工作为主。1994年出生的胡其实原名叫做罗俊宇，他是参加2016年香港先生竞选入行的，当时他在比赛中虽然未能入围三甲，但却夺得殿军第四名，虽败罗荣。赛后胡就签约在 TVB 旗下成为艺人，开始发展演艺生涯。这两年来